觉没睡好，为了工作挤公交都房间的。多久能好？差不多十分钟。十分钟。阿纯。竹竿，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啊，好几年了。嗯，哎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是没事瞎逛。哦，我以为你要买衣服给你老公。哎，那你呢？刚才买了两条裤子，再修一下。我们正想坐一下。还没搞好。哎，那个篮子给伸出来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最近啊，我老公整天打理他的生意，根本就不理我。哎呀，男人就是以事业为重嘛，是不是？你要理解他一下嘛。哎，那你怎么样？啊，我马马虎虎了，就是最近比较幸运，在那个东方易购那边买那个一元银豆，中到了一个宝马车。哇，真的？真的。易购还能够中到宝马？对呀，花了几千块钱就买到了。哎，那我能不能也易购一下？可以呀，这很容易的。哎，怎么易购啊？哎呀，我们那个微信，然后打开那个公众号，嗯，然后去搜索啊，东方易购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网络好像不大行，打不开。哎呀，网络不行，要不然到我家去，那就有网络了。去你家住啊？对呀。啊，对。哎，看看那衣服好。哎，小妹，衣服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哦，好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走啊。哦，这里就是你家是不是？对呀。啊，环境不错了。哎，要不然我回去吧，这个车位铺是会不会伤到人家的？哎呀，放心啦，写个电话号码不就好了吗？啊，一定要上去啊！哎呀，老同学，家里不错啊，什么大？没有啦，走。哎，你老公呢？别提他了。同学，难怪你妈把你嫁给那个花财兄，原来他家里这么有钱。哎，有钱怎么样？有钱没感情。哎呀，还别说这些，别说这些。其实呀，我到现在还怀念着我们学校时候的那段初恋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的，真的很开心。其实我很怀念的那段感情。
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学那个东方义工那个购买宝马那种吗？哦、我跟你说，来，对，你看，打开微信，嗯，然后就搜索这个公众号，公众号搜索这个东方义购，哦。这个东方易购的界面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易购的产品，你看，这个是苹果手机，哇，这几款都很容易中的，还有这个金项链，对，然后就是这边金戒指，哇，这黄金条，这个你看，金龙鱼，黄金的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宝马车，你看，这个比我那个还要漂亮。一块钱都能中的，对，一块钱就能中的，哦，爽不爽？哎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，哎，对了，哎，老同学，我带你到我们房间里参观一下嘛。哎呀，不用了，这样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没关系的啦，走啦。走啦。你老公会不会快回来了？哎呀，放心。我老公回来，我会知道的。你就会知道。嗯。那我也是，不好。哎呀，没关系了，走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嗯。啊，好，那就随便看一下吧。嗯。好。不然等一下你老公回来不好意思呢。哎呀，我老公回来我会知道的。哎，要不然我们玩我们以前玩过的被窝里捉迷藏。你有老公来玩被窝里捉迷藏？哎呀，怕什么？这样不会手机响。谁的号码？哎，就你一车位的。哦，那可能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大哥，哎，对，车是我的。好，行，我马上把它移开啊，好，拜拜。嗯。一车位的。真扫兴，我老公回来了。你老公回来你怎么知道？刚才这个电话是我老公的电话，你停的那个车位是我老公的固定车位。哦。你原来把我的手机当成你的门铃了是不是？当然了。真识相。我们继续吧。你老公来了，我走了。那好。说好了，下一次哦。好，下次。我们明天再约啊。好，再约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马上开走啊。这个宝马不错嘞。对呀、不错啊。不错。在哪里买的？不用买的，这个在那个网上中奖的。网站？哪一个网站？对。那个公众号搜索那个东方易购，那个是一个一元零购的网站，在那里中到这个什么东方易购。对，巨龙啊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在那个微信啊搜索那个公众号。好，我开一下。搜索公众号。公众号。然后就搜索这个东方易购。然后就进入。进入。对，然后你看里边就有很多东西嘛。像这个手机啊，宝马车啊，金项链什么，你有买什么你就买什么，是吗？对，幸运的话一块钱就能中到。
今天你怎么样解释？我他哪一点比我好？